嘣！红尘驾到 ，N 港众人通通闪开。要是耽误了我执行命令，就别怪我的小拳拳不长眼哦。什么？我落地为啥不捡枪？对付 N 港这几个小毛贼还用枪吗？我信你个鬼！开玩笑，开玩笑，还不是因为今天的命令，必须见到三级头后才可以拾取物资。在此期间，别说是看到三级包了。就算是七号枪也只能含泪告别呀。各位观众老爷，记得点点关注啊，拜托拜托。嘘，别出声，有脚步。我们绕着一点走。此时做个小怂包，来日成为小霸王，不亏不亏。三级头总算找到你了，这一下可以翻身做主人了。看来红尘的运气不错嘛，希望红尘的好运能传给你们。没有了三级头的束缚后，接下来的搜集对我来说无疑是种狂欢啊！六倍子弹、狙击枪，通通拿上！一把迷你，一把 M4， 上至杀敌绰绰有余了。开上小车车，让我们策马奔腾吧！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林了狼学恩港，来到 M 城想换辆小车车，谁知落脚就听到脚步声。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这也算是缘分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哇，八倍金哎，配上我的命令简直完美完美。没办法，有时候人的运气就是这么爆棚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这不还没走两步就遇见两个呆瓜。你们这样干等在路边是准备打家劫舍吗？只可惜偷鸡不成蚀把米呀、啊！哟，看你们这外表普普通通的，倒是内藏乾坤，撕揽了不少好货嘛！解决完歹人，赛车手红尘再次满哥上线。哎，什么人？竟然对我视若无睹！你有本事就下车！你过来呀、啊！很好，你已经成功的挑起了我的怒火，粉丝宝宝们做个见证。今天不把他消灭，我红尘两个字就倒过来念。搞定，红尘做事向来言必行，行必果。哎呀，走位走位，居然敢从背后偷袭我！哼，我的三级头可不是面团捏的，既然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不管你是何方神兽，这个仇我非报不可。从枪声可以判断，敌人大概就在这个山坡后面。为了防止打草惊蛇，我决定偷偷摸过去，杀他们个措手不及。瞧瞧，有车，看来这就是他们的大本营啊！听着枪声，此刻正在与他人交火，出击！哼哼，是不是一脸懵啊，小兄弟？搞定，怎么样，横尘溜不溜呀？这可是1v5啊，虽说前面稍稍偷袭了一下，那又怎么样呢？管他黑猫白猫，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。随后横尘马不停蹄的干至决赛圈，请注意请注意，场上只剩两名敌军了，毒圈缩的一扣扣大，他们肯定就在附近。有枪声，是从空投处传来的。正当我仔细查探之时，忽然一发子弹直接向我飞来，还有一人果然就在炮楼里，难怪我刚刚觉得这个炮楼阴森森的。完蛋了，红尘这下可变成夹心饼干了，前有狼，后有虎，腹背受敌啊。哎，他出来了，哼哼，就差一丢丢，看来我这招瞬移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这咋还被我吓趴下了呢？小老弟，生死局了，站起来刚啊 ！Nice， 成功吃鸡，千辛万苦苟到决赛圈，一定要站起来刚啊，小伙伴们！我是红尘，距离九品高手还需完成42封命令，尽情下达任务吧！红尘一直伴你左右。等等，